这可是一只巨无霸的酵母蟹。今天特意拿个这样的盘子来吃它。哎呦，看这个大酵母，还有后劲儿。哎呦，看这样的，先让你们看，是不是特别爽？这个蟹的我三口可能吃不完，得需要吃好多口。哎呦，扣个蟹盖，这个蟹心在这盖里了。有的时候你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蟹尾不要吃。这蟹卡有点任性今天。